往上旋之后拉起来，这里卡上去之后，来收，好了。一秒开两秒收，对，一秒开两秒收，对，是每个人都会操作。对，当你的屁股在挪动的时候，在小心小心，我自己都会吓到。再看看这一张十全椅，哎，真的耶，骑马一样，就摇不动嘞，好厉害哦！那橡胶整个撕力点有没有看到？它为什么可以这么直滑？这个十全椅，这个呢有好几圈，然后外面还有锯齿状，它的抓地力更好哦。